过去的吗？最近这会这么说，18个小时，有效时假如12:12。这昨天的可以哦。你好，熊猫是吧？是什么东西啊？烤肉，烤肉饭。烤肉饭套餐，烤肉，给你看一下。手机坏掉。哦，这么尴尬。要我帮你拿出去吗？要我帮你拿出去给他吗？什么东西？对，四把烤肉。是什么？是酒？那个，给他看一下。哎，烤肉机会。因为他手机坏掉。哦。对。对，没有别的原因，纯粹这样而已。今天好烂。接收烂了，我十。接收你们那边没差。这我不知道，这我不知道。对。这我不知道，对，我10点到现在，12张，真的假的？早上10点，超差的。我中间我下午有一段时间都是空的，好香啊，跟前天一样烂啊，昨天还好一点。我中午餐期就是恢复水准，餐期那个冲了4张，对，对，餐期只有12点的时候，然后后面就一路高。三期至少大概可能11点到1点，这中间叫三期。没有，现在是12点。没有，我11点还有一点，我11点大概3，对，12点就4，然后1点1张，2点1张，3点4点1张，3点4点加起来才1张。现在好烂，超级发烂，人太多了。前天也很烂，昨天有比较好了，昨天还可以。太烂了。
对啊，安全第一嘛。嗯，齐全有什么用？我连你知道我篮子有准备了，我连那个车子，我还有用架子，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没单干。都我为了那个，我还里面的我大篮子里面我还要做那个架子，对，为了让它不要倒，没用啊，没单就没单，啊，过来了。大安街31巷52号，安街一段呢，飞了。就走市民，转哪里？是哪里？转哪里？想法怎么定？奇葩真奇葩呢！甩一刀。把94的小女金打出来，这样子我的96金就可以带走。
冻喽，有冻结的感觉。
往外送，等我一下，谢谢。没有，好吧，那就没有，收回去呗。我好像真的很近，你好，熊猫。是啊。嗯。在这里。在这里。哪一个？这个。好，我看到了，谢谢。方便拿。谢谢。富国南路291巷。